吃。什么东西？远一点，就是这样子，远远的拍它。远远的拍的。哎，把点那个纸屑放到它那个口，那转过来的时候放到它撒在的口。啊，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嗯。稍微扯大一点。嗯。行行行。有关系。好像吃掉一样哇。这个效果很好，可以。你遥控器拿来给它转一下方向，再拖住它。左右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遥控器放到这个镜头下面来，让它看到是在，现在是嗯。持续按，对，持续按，持续转嘛，往后退就是往后，对。小心，看着门要正在旁边一点，怕它掉下来。我现在在转换工作模式嘛。差不多，关可以关掉灯。
太完美了。你在按 charge， 按 charge。对。自动它会退出来。这样子拍过去，哦，你远一点，拍到那个，那个看，对，就这样子让它走，哦，整体就可以看到怎么样。嗯。嗯，再让它退出来，让它退出来，这样动。再按 charge， 再充电一次就可以了。这信号是挺强的。对，它这个充电可以很好。OK， 完了，我们刚才应该没什么事，不说话来一次。有差别。没有按 charge。再按。Okay.